晚上的8:35，台湾539刚刚开讲完毕。我们首先恭喜我们全省的会员，在干股的时期第11期08/32中08，恭喜各位08/32中08，七字牌也中了08/20啊，06/08/09/09/20下面08/20/22啊，恭喜各位中两星 A、B 两组全中，大家扳回一城，松了一口气，板路即将回稳哦，跟你保证，我们从来没有超过13期，最高以来只有一次17，只有一次，然后也就是啊13期，大部分都是6期、5期中啊。在输了那么久之后呢，各位恭喜各位，输10是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明天再赢一次，这是1:4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中一次可以赢回，是你不凹的话，是不是？你凹不是全部都凹回来了吗？但是要很大的本钱，你不凹，对不对？也再中明天一次，后天一次中，你不是也通通中回来了吗？恭喜各位啊，神明保佑啊，大家赚点小钱，明天继续努力。